今天很厉害的电影，所以希望大家在鬼门开就是七月份的时候最适合做什么，就是看大显神威，然后来找女鬼。耶、yeah, ！而且这么漂亮的女鬼哈，真的做鬼也风流了哈，太开心了哈，对不对，朱大哥？哦，我一说要把注意点看，说做鬼，你把注意点放大，做鬼不要让人家怕啊。对，没错，要可爱，要可爱漂亮，人家会喜欢他。是的，有的看到鬼会怕嘛？丢丢丢！那看电影的人就不会怕。是，对。里面不是恐怖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很开心很欢。嘿，阿朱大哥，你刚刚一直看右边。